我觉得小朋友逛卖场真的很累，你看，无奈脸又被蚊子咬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家的 IU 大家看，有没有这么好睡啊？他昨天到底是去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这么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他今天其实蛮早起来的，因为准备想说可以去上学，所以他就到下午就变这样。刚刚还在就是开车转转转，对，就现在就已经睡着了，对，所以晚一点我们会上那个我来家乐福台风天才买的影片哦，大家再来看咯。